大盘机和 AKM 伤害对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十八号。今天中午我正忙着装电脑，就突然收到了老大的紧急任务，说海岛图里出现了一个神秘山坡，竟然能让烟雾弹变成滚蛋。滚蛋是什么鬼？算了，时间紧迫，我们马上赶去调查一下。OK， 到了，就是眼前的这个山坡，位置就在黄金十二宫的右边。按照老大的提示，我们先来到山脚下，准备两颗一样大的烟雾弹，先往上面扔出一颗。注意了，这一颗烟雾弹是一定不会触发 bug 变成滚蛋的，它的作用主要是为了开启碰撞机制。接下来我们扔出第二颗，你瞧，被扔出的烟雾弹仿佛从台阶滚了下来，并且最有趣的是，每掉落一次就会触发一次音效，听上去就像放鞭炮一样，超酷。让我们再试一次。哇，太好玩了，让我们再试一次。这个声音真好听，让我们再试一次。哎呀，烦死了，吓死我了。